主料，麦豆250克，米1000克，鸡蛋3个，腊肉200克，肉丸100克，香菇50克，生菜500克，辅料，腐皮100克，腊猪肝，虾皮50克，油、盐、酱油、料酒、葱50克，香菜50克，豆瓣酱、胡椒粉、白糖、水淀粉、腊肉、肉丸切粒先包饭，麦豆加盐煮熟，香菇、腊猪肝切粒和虾皮一起备用，煎好蛋皮、蛋皮、腐皮切一厘米小片，放油把腐片烧炸，放大皮、虾皮、猪肝、香菇翻炒，再放腊肉、肉丸、料酒继续翻炒均匀，最后放煮好的麦豆拌匀，加入包好的白饭，先在锅内搅散，稍微拌匀，中途加盐、酱油拌，加胡椒粉拌，再加点油拌，最后放香菜、葱花拌匀即可，再用油、糖、豆酱、淀粉煮成蘸料，怕麻烦也可不用蘸料，吃食用起劲的生菜，包着吃没那么腻，也没那么热气。烹饪技巧，饭要比平时包的硬点，煎蛋皮时一定要先把锅删旺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